宝来了，本次的彩电话由本次送学费了，圣诞快到了，今天大大画一幅所有人都能学会并且还能送人当礼物的画，看大家一直秒能猜出来。从上往下用浅绿色随意的画一些曲了八拐的三角形，然后在下边给它涂上颜色，你就随意的涂啊，咋涂都行，你说了算。用深绿色在上边给它涂上颜色。好多粉丝问我哪种彩铅好用，这里给大家推荐我自己经常用的培斯玛大师级彩铅，底芯柔软好上色，色彩饱满丰富，重点是叠色效果巨好。下面叠色给大家看看，咱们用黄色和粉色给素点缀点缀，再随意的画一些弯曲的线条和丝带，看见没，即使底色很深，黄色和粉色也能凸显出来。接着用黑色随意的涂啊，底芯柔软，涂大面积很方便，然后用蓝色随意的在地面蹭点颜色，最后用修正液给它点一些雪花，点赞收藏吧，完成。